中年大叔在家懒散不修边幅，照片传到网络却成了高富帅，瞬间变万人迷。创作者设计迷因梗图，凸显不真实的网络世界，提醒使用者要能分辨真假讯息。创意巧思引发共鸣，拿下2022元宇宙迷因梗图媒体试读比赛社会组冠军。现实中其实他是一个比较邋遢的一个大叔，就网络中他也是就是身边都是美女，就是都是一个高富帅，就是把两个图形成一个对比，就是讲说网络不一定是真的。长期研究儿少网络使用习惯的白丝带关怀协会举办迷因图比赛，邀请年轻朋友从网络使用者变成创作者，提升数位文化品味能力。尤其研究也发现，学生每周平均花超过38小时在网络世界，如果能加强美感素养，就能不被网络局限。我们希望他能够是用创造力有动机的去使用媒体跟网络，而不是被动的去消费。那这样的话，其实对他自己的生命经验是有一些影响的。使用网络是现代趋势，做家长的不应该只是一味禁止孩子使用，与其担心色情暴力等讯息充斥，教孩子如何分辨优劣才是当务之急，如此才能真正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，减少负面冲击。记者邱世明台北报道。